阮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主。阮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阮的石盘，拯救阮的。伊是阮的关台，阮袂大摇动。阮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请咱起立，咱来用圣诗第八首《夜目观看无限穹苍》来阿乐。这些圣经来个别咱的信仰，万幸都以咱的恩典相对，创造一切一切法地无法地万民主，万幸都以主耶稣基督相对的信仰，以你一切世界一切对未信仰，对上帝出来上帝，对光出来光，对真实出来真实，是信仰。Amen.
咱三甲来祈祷。至圣全能永远伫地的父上帝，我欲感谢你，学了你的名，因为你无限的疼，丰盛的稳定甲怜悯，予阮通活伫你所收束的每一天。恳求你更新阮的心神，收束阮有够雅的智慧甲文素，所行合你的心意，通伫这个世代有好的见证。求主怜悯伫侪侪阮所关怀的家庭，以及年长的兄弟，因有身体欠安，倒伫眠床，有行动不便，无法度出门，甚至拄经历医治过程中肉体的拖磨，面临需要做重要的决定的。求主赐因平静安稳的心，甲毅力，有信心的安慰陪伴因。求主的医治也临到这些需要的，予因早日恢复健康、勇敢的心神，经历主的疼，甲主同在的平安、喜乐。阮即时要为着国际所发生的灾害，甲台湾来祈祷。阮听到意大利中部发生七级以上的大地震，有侪侪人死失失踪，阁有侪侪听候救援，家园受破坏，生活伫惊吓甲欠亏中间。救助受失的命，予因国家救援重建通顺利进行，紧紧恢复正常的生活，有气力来重建因的家园。伫过去三个月以来，台湾新组成的政府所要面对的困难，需要为着这个社会制度重建来设想，敲锤真多正常阁会当印刷国家出路的时，为着未来年轻的世代，通有久长政治的作为，以及对民生经济安定有益来设想。求主赏赐智慧能力和执政的政府官员，在谨慎细致制定周全的制度法规，无阁有因为对立互相论断来扰乱应该做的代志。求主应带因行公义、好人民、行无义，有智慧、勇气甲毅力，好胆勇行来向前，行合理所意爱的代志。阮要用基督高举你的名，用基督来守护台湾这个土地。愿你的名在台湾这个土地显明，为着你所听的教诲，你家己呼召牧者、牧会宣道。阮即时要求主保守蔡伯东牧师伫东石甲创新神学院的服侍，赐予伊有够佳的体力，对主领受智慧，踮伫主内专心合意来跟随你三同行。为着福音的缘故，阮也要伫基督中三听三扶持，予伊伫你的稳定内面服侍有力。东石教会经过暑假儿童少年的营会，求主予亚弟这囡仔心内的福音种子布下生根，予这囡仔开学了，会当敲锤到适合的教会，通接续继续有信心的装备机会。
阮也要伫基督中继续扶持你所听的南方深坑教会，伫因尽心尽力被扩展福音宣道事工的时，求主圣神做因随时的帮助。阮看到南方教会因为听的纪律，同工齐心合一来承担你所托付的，愿意出来服侍你的教会，成做青年人的陪伴者，还有骨质受洗的福音规矩，求主圣神引导伊，伫教会各种的聚会活动，受造就总比因通三甲服侍。求主帮助阮有够雅的智慧甲同工，为着社区上人长辈的服侍，陪伴好和平183的社区事工，为着因年轻学生开学了新生接待的工作来陪伴，想是愿意尽心服侍的同工，无论是伫新生的联络，也是伫探访的活动，有主的帮助，用贴心甲关怀来吸引遮的新生。求主纪念即届伫8月29号到9月6号，现在伫缅甸底山的同工，保佑因出入平安，因伫遐所做的工，无论是义诊，也是甲学校配合的营会，愿主坚固因所传所做，因更主你的名。主啊，求主你，予阮会晓知算小有限的日子，用阮今仔日所听的真理，栽种伫阮的内心，予阮通结好的果子，也归荣光伫你的圣名。阮众人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我们做来启用，今天的启用是在约翰福音的一段。我是真的葡萄树，恁在我还没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把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予恁清气了，伊无人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济济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起的枝，予人掷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济真济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的诗班圣灵团体要来献诗，要来献的诗歌是唱歌俄罗主的大观灵。
这是咱做来读圣经，记载伫诗篇四十六篇。上帝是阮得胜的所在佮庇荫，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所以地虽然变迁，山虽然摇动到大海中，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号野涌，山虽然因为海涨摇颤，阮也无惊。有一条河，伊的开闸，互上帝的城欢喜，就是至高者所徛起城的所在。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天不光，上帝要帮助伊，伊帮华华号列国摇动。上帝出伊的声，地就消融。万军的耶和华甲伊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冠台。来啊，来看耶和华所做，看伊何地荒废到怎样，伊何高枕刷到伫地极，伊压制经。前灯枪将战车烧在火中，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我要伫列邦中做权大，受尊最大，伫遍地上也要做权大。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冠台。今日牧师讲到所讲，恁拢来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届甲咱斗阵伫遮来敬拜上帝，是毋是？甲你隔壁的兄弟姊妹讲，足欢喜，甲你伫遮斗阵敬拜上帝。有可能你边啊，就坐一个足久无甲咱到底伫遮敬拜上帝兄弟姊妹，会当叫一届欢喜，因为咱每一届组织不只是甲上帝，敢若是伫个天头甲咱的关系了尔，咱嘛看咱的边啊，这是咱的兄弟姊妹，咱要到底伫遮来敬拜上帝。这声安尼会使吼？今仔日嘛是牧师，有请假，啊，搁倒来的这段时间，嘛足期待要甲大家有啊多的分享。所以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要斗阵来看诗篇四十六篇。我的题目是咱来看。除了这中间以外，啊，要甲大家淡薄分享我伫这段时间中间所领受的。歹势，敢若我特其是我的关系吼。可以，好，咱拢来看，要看什么？我想到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我伫细汉的时阵吼，伫阮家一个路口，一个大树下有一个空地啊，差不多国校三年四年的时阵，有一天要暗的时，有人伫遐广播，讲来哦来哦，暗时吼要卖膏药，大家到阵来看。所以我甲我妈妈佮阮兜个囡仔，我兄弟姊妹，大家摕伊个头去排队坐咧遐，要伫遐来看。伊咧卖药啊，咱讲个迄种江湖个迄种个吼，江湖人中哦，拍拳头啊，做啥物？啊，伫个中间吼，我上有兴趣个啥物？伊讲等下吼，我要表演空中掠分鸟。吼、哦，对一个囡仔，毋捌看过空中要安怎掠分鸟，所以摕一支。一个顶头一个网啊，
因为我等下吼，咧手一挥吼，内底有一只分鸟，所以大家人拢唔敢走，拢要看到底倒位吼，空中要怎样掠分鸟。不过每讲我准备要开始，哦，过来卖药啊，吼，所以大家踮遐等足久诶，吼，我过一直诶，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差不多哦，要十点啊，阮妈妈讲袂使啊，囡仔袂晓我困，所以阮就回去，我甲即马拢唔知。到底空中要怎样掠分鸟？当然，我相信伫个魔术内底，一个电视内底用表演的魔术师，真正会当空中掠分鸟。不过我足好奇的，伊个拳头师敢有影真正是安尼？啊，如果也无，啊，伊结束要安怎结束？牧师会讲到遮，咱来看，是检采伫咱信仰中间。有时咱讲，咱来看这个上帝。咱伫上帝中间，伫这个信仰中间，看见上帝怎样甲咱对待，伊怎样对咱所期待的、咱所祈求的，要予咱。不过，兼差伫咱等待久久内底，敢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到底迄是一个人咧讲空中掠分鸟，还是真正所信的，是咧真正、搁真、搁实在的上帝？在诗篇46篇的里面，诗人他所体验的，在一开始他就说，上帝是我们躲闪的所在和快乐，也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信仰中，在这首诗篇里面，我们要到底来看，到底这个诗人他所体验的上帝，兼是我们所体验的上帝。这篇诗篇中间分作三段，讲起无同款诗人伊个体验。伫个听头个细里，佫讲用伊个女声，所以如果咧唱个时阵，是个 soprano 爱唱出这段诗歌来对副歌。讲起上帝是阮多险个所在，佮困难也是阮患难中随时个帮助。伊伫第一段来对讲起虾米？伊讲起。在大自然危险的中间，上帝是值得咱通信靠的。一个山崩落来，落在海的内底，咱一看是足大的地动。兼采种地动，咱讲伫电视中间，也是伫意大利、伫台湾所看到一个地动，当伊个时，上帝是咱的避难所。无对当时伫以色列一个附近的人来看，因知这个一个信仰的意涵。因为海对一个所在的人来讲，海涌遐尼深遐尼大，所表达的是混乱，是邪恶。不过一个山稳当伫遐，迄是上帝山，迄是稳定。不过当因拄到一种诗人所描写的遐尼稳的山，拢要倒伫海内底，拢沉落去啊！迄的确是足危险的所在，足歹的情景。我嘛想到伫电影内底，咱电影迄个灾难片，常常拢有一个指挥中心着，伫遐看着讲哇，什么代志才发生啊？叫庆恩啊？什么代志？不过伫遐的人，敢那什么代志嘛袂当做。我要问咱兄弟姊妹，伫你生命中，敢有拄到一种大风大浪，你所祈祷、看作重要的、所说运动的代志，煞无去？在牧师牧会过程中间，有几若次接到一种电话，一种电话是伫电话中的对方是一个爸爸，还是一个妈妈，讲起伊个囡仔伫青少年的一个时代，好亲像拄到一个大风大浪。伊讲牧师，我因变一个古锥可爱细汉囡仔，今嘛唔知去倒位啊？为什么伊即个讲几句话？就气派，就冰倒，个个加讲几句啊话，就出去一两天无回来，予人来烦恼。伫一种人所袂当面对的中间，原本伊个性命稳固的状况，好敢那安尼就无去啊。一种好亲像大自然中间的大风大浪，伫到父母伫讲话内底为伊来祈祷，嘛介绍伊去国更加啊专业的，即个即种青少年。辅导的人会当甲伊来，找做伊的协助。不过伫个祈祷中，
嘛伫电话中听到因伫流目屎。伊讲牧师，我会好好加油，但是有时候真不知道这个油要怎么加。是恁伫个中间面对伊个大风大浪大对浪个时阵，要请女声 Sprano 唱出。上帝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刚才一时，咱的心门问讲：如果是安尼，啊，我安怎再当来经历？伫第二段经文的内底，伊讲起的，讲起对主人的灾害，讲起国甲国中间的竞争。伊看起是国家中间拄着足大的危险，毋过伊讲。在那中间，上帝是他同在，是他的安全。有圣经的学者也看见说，在这段经文中间，诗篇里面有可能有历史，一些的历史的背景。他的记载在列王记下卷十八章十九章，跟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三十七章里面，讲起在西元前102年，一阵是迄阿王的时阵，西西家王的时阵，阿述帝国的国王要来攻打耶路撒冷城。伫个时阵，国家足危险的，大家唔知道要安怎做。伫个危险的中间，王透过以赛亚甲上帝来祈祷。伫个中间，人侪反悔，上帝嘛透过以赛亚讲起伊个平安的信息。所以伫个中间。好像这段经文里面说的，当天不光的时候，上帝要帮助他。他是在变时，在那个事件里面，真正经历当天光的时候，因为当天光的时候，一般的时候，天光的时候，是当他的军队要战争的时候，如果你真有把握，你要天一光的时候去攻击，因为一天对天光跟日暗规天的时间会当来攻城，是因为百个事。不过第一天天光的时阵，上帝早就用这个使者透过因，将这阿述帝国这城门外口这挂军兵拢死去。历史学家有咧讲，有可能是第一天的暗时，上帝予因拢拄着鼠疫，人唔知安怎都死去。一挂人都安尼，才转去因自己的国家。不过因的确经历，伊将上帝甲因同在，当天光的时阵，这一切拢改变。这时诗人要请伊个 Sparrow 个唱：上帝是阮的避难所，上帝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伫这第三段的时阵，诗人安尼确信，伊要叫人来讲。来啊，咱来看，这个上帝是咱的帮助。来看上帝的作为，看起伊的情景，一挂战车，一挂刀，一挂枪拢烧起，有可能迄毋是咱看到上帝作为常常看到的状况，因为迄是个毁坏的状况。不过，迄伫对当时当伊伫受征战、看到胜利的人来讲，迄是上帝真正的作为。伫个中间。咱嘛要看到底诗人为虾米会当看见上帝大宽容的作为？伫第十节内底，伊安尼讲：，讲你来休困，爱知我是上帝，爱知我是上帝，你来休困。等咱读伫遮的时阵，咱来想，这个恁是指向，因为这段经文内底讲你们要休息，伊嘛讲恁爱放手，伫个中间。如果是敌人，因为因发觉因自己无办法做虾米代志，不过嘛有可能这个恁是只是徛伫上帝这边的人，咱爱放手，爱注意看上帝伊的心，伊的心意是虾米。放手，唔是将即个责任拢放伫自己，拢唔是放伫自己，都交予上帝。可是世人实在知，当咱面对大风浪。大困难的时阵，人往往要找自己，人往往要挖苦自己。咱实在足无闲的，无闲到无时间通休困，
甚至无唔知影要怎样来休困。圣经直接讲，咱来休困，咱来安静，来看见上帝要咱看。牧师要咱看一张相片，恁来要看，这是伫台北市的倒位。一条桥顶，吼，这吼是台北桥，迄迪化街伫台北桥落一个所在。如果咱伫一个所在，如果你伫早起吼，周间早起7:50徛伫个门口，徛伫边啊，你就看见个红绿灯，红灯的时阵，大家拢停落来，开始倒数无，几分安尼，就看分钟哦，30秒，吼啊，10、9、8、7。如果你伫个车顶的中间，你会感受到大家伫遐干哪要安怎？时间到就冲出去，吼！够电日本的电视台来遮采访，伊讲哦，遮是吼一个汽车瀑布，台北市的奇景之一，吼！因为迄个桥顶头的人，迄车咧车顶啊，绿灯照起了，红灯哦，过来过一段，吼，是毋是咱？咱的生命中间，上帝讲咱爱看，不过我咧想到我徛伫个中间，坐咧第一排，边个人拢咧吹油，吹讲等下要安怎行的时阵，咱足少会当足困难伫即款的情境中间，听见上帝要咱看的物件，咱足少会当有机会去想到上帝要咱安静，看见上帝甲咱伫底，毋是讲伫伊个所在无办法伫遐来祈祷。看是讲，是不是在咱生命中嘛真侪时间，咱好像就徛伫乌多麦厅，坐伫乌多麦遐，无放手，伫遐咧吹油，准备过来，看到红灯变绿灯，倒数计时安怎，就冲出去啊！上帝讲，咱来休困，爱知我是上帝。旧约圣经中嘛有一个先知。伊伫伊利亚，伊伫面对大个征战中做好个征战，伊一个人面对450个拜巴利个先知，伫遐看见上帝大个权能。毋过伫伊个了后，伊煞逃走，因为王后讲一句话，讲你等下，你头落山进前，我看要甲你抬，伊就紧走。咱足歹想象，即个人哪会安尼就逃走？伊走伫一个树卡底下来休困。伊伫遐来埋怨上帝，伊毋知影家己为啥物变做即款个状况。伫遐休困了后，上帝差使者，给水，给饼来食。伫了后，伊阁向前行行40天，伊秘伫个山洞个内底，伊嘛毋知，阁一摆对上帝祈祷讲：我是谁？我为啥物伫遮？主啊，敢若剩我一个人呢？毋过伫伊个时阵，外口有堆冬。有风的声，有火，伊行慢慢行出来看，伊要看什么？圣经记载讲，上帝嘛无拢无伫迄个内底，不过伊却听到一个足微小的声音，迄是上帝搁一届对伊讲话，伊讲你免担心，除了伊外，搁有侪侪人，上帝为伊来名来保留，你毋是唯一的一个。你爱去带一个人，伊丽莎，假做你的徒弟，上帝将代志搁交托予伊。当人面对征战，面对大的胜利，面对大大的事工的中间，上帝爱人当伊停落来，安静，身躯心灵伫度休困，再当听到一个上帝伫微小的代志内底对伊所讲的代志，搁一概领受好掉。继续向前，恁来休困，爱知我是上帝。伫个中间服侍工作，有时安静，有时伫人个休困的中间安静的时，才当看见上帝作为。恁来看，基督徒是该需要一挂场面、一挂画面、一挂场景。一挂故事帮咱真侪咱会当看见上帝，特别伫大风大浪的中间，咱会当有即款的所在，伫遐
看见上帝。接下来圣经里面刚才看这段第四节里面讲起有一个城里面有一条河吃做他的帮站，至关的上帝要在那里站起。有圣经学者说，不过很多城市是都有水吃做边啊，吃做很好的地方，不过耶路撒冷没有那个水呢，他到一个水泉啊，在那个中间来用。不过圣经学者也说，检查的诗人这里讲到的是以色列四十七章里面说起在圣殿里面有水要唱出来，在那里越走越多越走越多，成为一个生命的刚好。还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所说的，城内新的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道生命的水，大家可以在那里看见他们吃做生命的光景。我们实在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一个生命的水的江河，我们会在那里体会上帝同在。马丁路德，一个在1517年宗教改革的这个宗教改革家，改革家他用诗篇46篇在中间刚才说的，这个城吃做他的帮站。当他在那里开启宗教改革之后，很多人欢迎，吃做一个大的运动，不过他的性命也受到威胁，所以这样 有人将他给藏起来，就在这个地方，在那里他安静在那个地方，也在那个地方中间他思考他所做的事情。也在那个地方他开始用德文，德国的文字来写圣经，用圣经的话语吃做宗教改革的一个基础。也在那个地方他写了用诗篇46篇来写这个上帝是我坚固的堡垒，这首的诗歌这是他的手稿。滴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哒滴滴滴哒哒滴滴滴，好，所以是这首。所以马丁路德，伊伫伊个遐尼危险、遐尼大个代志伫外口发生个时阵，伊伫即个所在安静，所个所在翻译圣经，这所在检采嘛是伊写作个。上帝是我坚固的堡垒，这是即马伊个游玩保存的所在。你看边啊，有一个敢那一个模型。上帝是我坚固的堡垒。底下咱好亲像马丁路德，嘛伫16世纪的时阵，同款唱出：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牧师伫前一两个礼拜去到美国个所在参加一个退休会，伫个所在嘛要直接甲大家分享。伫个好亲像免阁常常看遐修来无遐尼足偏僻个所在，所以修来个店足少个。吼，所以伫遐无教会形式力，吼无 Google 个形式力，无来当然有一挂代志爱去看，毋过敢若嘛袂当做啥物代志来做帮忙个事。在大自然的中间，在那里亲近上帝。在那天我讲的时候，在那湖边，在那里看，来安静。我感觉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休困的时间。像在对新行业毕业到现在，真少有这款的机会。也在那中间，有不一样的牧师在斗阵，在那个地方彼此来代祷。有对美国的牧师，有对瓜地马拉拉的牧师。在不同的教会的牧师用不同的语言，所以刚才还有人用西班牙话来翻译，不是那么好可以说来翻译。不过在那里面也体会到上帝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继续做上帝工。面对的问题其实教会大教会小不同的地点国家都一样，不过需要一段时间停下来安静得到力量。我去一间教会，伫迄教会内底，迄是一间圣公会，
要暗的时阵去到遐，伊讲有一个叫医治的祷告，讲圣公会医治祷告，因为圣公会是读圣经，就是读一个基督文啊，教一个停书，吼、哦、是啊传统的这个的教派。不过伊讲医治祷告，我嘛唔知道是做虾米，刚刚台湾无啥共款，所以坐伫遐的时阵安静，就有一挂姊妹花手伫我后边，安尼花的有我来祈祷，就安静的。我等我坐伫伊个所在，看到头前的一个彩色玻璃是耶稣个人、个再临还是升天的一个相片，一个彩色玻璃，一日头照入来，人甲你花手伫遐为你来祈祷，了后搁去头前收圣餐，伫遐内底体会到一个服侍的人，就是安静落来接受别人的服侍，也是一个足水的代志。所以我刚才有看到这个图像，当正确一个图像是，当我受到爱安静的时阵，好亲像有一个画面，会当安静伫一个所在，知影服侍的人会当伫遐得到别人的服侍，伫上帝安慰内底，迄是实在足好诶。我需要这款的体验。嘛伫这段经文的中间，伫早起读圣经的时阵。在一个湖边读到这段经文，或者是咱撒母耳下卷的这段经文，讲你爱刚强，为着咱本国的民，甲这个上帝声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伊的旨意来行。我伫遐好亲像，伫遐搁一届领受上帝要我伫这个所在爱刚强壮大。一段经文我毋捌安尼听过，拢听到的是摩西、约书亚。不过这是在中间一段经文，我感觉上帝透过圣经的话语安静，加做我的帮助。嘛，伫个中间，嘛拄着，阮过去一个美国人的家庭中间住一暗，甲因有一挂分享。我回来时阵，阁看到有一个人讲，伊嘛是一个家庭伫遐来休困，住。伊讲要找一个，要找我。我讲这个是啥？伊讲吼，伊是彼得森牧师。伊阁摕到一张图，一个框，听到一下彼得森牧师回国留念，信望爱台北和平基督长老教会青年团契证，1965年5月，我讲哇，51年前，然后呢，伊个字吼边啊阁有人足好个哦，甲这个字吼翻译写做英语，所以这全部拢留个。伊摕起来听讲，有台湾来个牧师引导嘛交代。有一挂牧者住因家，听讲和平教会摕这个甲伊太太来，才要来甲我讲。我讲一定爱翕相，互咱和平教会兄弟姊妹看。伊嘛讲起伊伫遐来台湾这三年，伫这个教会内底，伫圣经学院伫遐教查经班，然后伊转去继续伫无共款的宣教的所在伫遐服侍，即嘛住伫咧营地附近，赶快交代台湾人，阁会当讲几句台。台语，国语，所以华语，所以伫伊个过程中间，我看见有一个熟龄的前辈，一挂对甲台湾有关系、关怀台湾的宣教的宣道师，宣教师虽然转去美国，因看见有台湾来的人，的牧者伫遐真做好的帮衬，心嘛得到激励。检查咱中间一挂人，我想讲高长老应该有熟悉无？定迄你写的吼。伊讲伊即马安尼超20几岁，吼、哦，差不多伊个时阵，吼、哦，伊要转来进前，一工暗时，一工早起天一光个时阵礼拜，我咧想讲，最后一工啊，搁甲即个看到的即个情景，搁写一遍，搁转来搁看。伫咧惊个时阵，心中突然一种感受是，敢若一种学校要毕业进前拢有啥物？校园巡礼，吼、哦，安尼写一人，吼、哦，这可能后边一世人无拄拄过来遮。伫遐中间，伫遐来体会，然后就去一间礼拜堂，伫遐来做礼拜。伫做礼拜时阵，竟然伫遐礼拜最后的回应诗是一条祝蔡庆华，蔡庆华。伫遐中间当伊唱的时阵，我实在真感动，用一首诗歌，伫我12年前。在美国新学院要毕业的时阵，回来就摕到一首诗歌，尾啊，
当新人伊要毕业的时阵，差不多逐年拢用一首诗歌翻作台语，真侪新学生受差派要出去的时阵，一种献身的歌，一种问讲主，敢若上帝声，问讲我看见世间人的需要，谁会当受伊来差遣，来差遣？副歌讲主，我伫遮，我伫遮，我要去。所以我感觉伫伊个过程中间，上帝敢若好过一届。要给我毕业典礼，参照十二年前安尼，伫遐阁转来。伫这过程的中间，不管伫大自然中间的安静，听起上帝作为；伫彼此无同款国家的牧者分享中间，看起上帝带领，看起宣教师五十一年前来到台湾的人，因所做的代志，也是透过诗歌，上帝要邀请咱每一个嘛对我讲话。好亲像我嘛，听见即款的声讲，我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随时患难中的帮助。就安尼准备来转来，嘛伫遐中间，牧师好亲像伫遐翕相，迄几工翕的相，差不多是伫和平教会一年外的相过侪，透过看。透过听的中间，真正有得到好的休困。不过回来了后，有时间在那个过程里面有一些时差，在那个里面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家庭礼拜，那是我们中间有亲人突然过身，我带伯母是在那里来安置，到顶去。在那个里面，当兄弟姊妹亲人伫遐讲起少年的话的时阵，一个卫生纸，一个面子，差不多爱轮流传，因为大人心拢足唔甘的。不过伫唔甘的中间，当一个人讲起一挂代志，当一个人讲起一挂代志的时阵，好亲像一个拼图，伫苦难的中，上帝透过一挂代志的记号，加做因的帮助，上帝带领。上帝保守，渐渐，虽然艰苦，不过伫遐少念上帝所讲的恩典的记号。最后，当阮大家人手牵手到顶伫遐祈祷的时阵，迄是一个神圣的所在，迄是一个神圣的时间，好亲像摩西看到一个烧的气派、燃烧的荆棘，伊看袂当清楚迄是啥物，不过上帝讲。从你的话腾落来，遐是一个特别的时间。我好亲像伫遐嘛，搁一届听到，参照诗人所讲的，当手牵手的时阵，大家讲，上帝是我的避难所，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无拄拄啊去较远的所在，才会当体会一个安静甲上帝对话。伫咱的生命中。当咱安静落来的时阵，上帝就伫遐要对咱来讲话。亲爱兄弟姊妹，我唔知伫九月开始这个礼拜，咱这个2016年对是一挂学生来讲是新的开学，对咱已经毕业的人来讲，今年已经过掉三分之二啊。伫最后这四个月内底，咱的生命。要怎向前来走，是每一天的生命同款参照一个奥多麦在加油，看到红灯绿灯要冲的日子，还是上帝透过这个诗人对咱讲的爱安静爱休困爱知我是上帝，咱来看咱是不是到底在这个过来的这四个月中间，看上帝要怎样在咱安静中体验上帝保守甲同在，兼差有人也同款拄着苦难，不过是毋是伫苦难中，咱更加会通看，因为咱安静来看，安静来听，上帝保守甲引带。所以伫遮，无数咱斗阵有一挂袂想，也斗阵来行动。第一项，为着今仔日来祈，为着大家来祈祷，咱生命的主题是啥物？敢真是敢若剩着无闲了呢？还是每一天的生命，逐礼拜日的日子中间，怎样安静
来看见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第二项，也邀请我们拜五暗时七点半，这个一季的基督会，因为暑假已经经过，在暑假里面有一些活动，是教会我们同心用基督跟他们斗阵同工的。一些兄弟姊妹，可能是青田营的，可能是金华国中的服务队，还是在缅甸宣教的，一个到这个拜拜二才要回来。不过拜五的时间，我们斗阵听他们的见证。咱斗阵检查伫个中间，这首诗歌的副歌，上帝是避难所，上帝是咱的力量，是咱患难中随时的帮衬。嘛要伫遐唱出这首的诗歌的副歌。最后嘛要为着，请咱为着教会来祈祷。教会是啥物？敢是上帝上帝同在一个堡垒，还是一个生命挖出来一个平安喜乐的江河，对咱教会来望唱出来？请咱大家为着教牧团队，为着长老执事来祈祷，咱斗阵来计划，明年就是咱七十周年啊！咱怎样伫即马斗阵来找出上帝伫咱面前所引穿和平教会的方向，上帝美好的心意，求主帮助，让咱透过这首诗歌，嘛，让咱的生命中间常常有安静的时，来体会上帝同在的记号。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求你保守引带啊，带领我们在这个2016年最后四个月的时间，主让我们能够体会，让我们来看见上帝你同在的记号。主，我们特别为着我们中间有一些兄弟姊妹检查他心中现在拄到极大的危险和苦难，主，我们要请做他们的帮助，要为着他们来祈祷，要陪伴他们斗阵行向上帝的道路。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我们要来唱回应的诗歌，拍摄因为牧师要分享，所以时间有拖到，我们来唱第一节就好，请我们起立来唱第一节。上帝帮助咱，啊，予咱搁一届立志伫伊面前，要斗阵来看，安静落来，体会上帝伫咱中间，每一工咱都通交托，因为伊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随时的帮助。即时咱也要用这首奉献的诗歌，表扬伫上帝面前，全人全心的奉献。Thank you.
尊。下面有报告，请。各位姊妹兄弟平安，今日我要甲大家报告一项代志，适合充电学习的秋天已经来啊！咱的周报内面有一张广告单、报名单吼，是即季成人的教育课程秋季班的报名表，加咱有南门课的介绍，请。第一门课是亚历牧师要带一个与自己更靠近，因为这个课已经名额已经满了，所以已经无法度阁报名，所以咱在后摆报名爱趁早。第二张，下一张，第二张是一般的书信甲启示录，一般的批信甲启示录，这是新约圣经内面为希伯来书到启示录的。讨论的课程，由咱的圆圆牧师甲朴文牧师来带领。这个课程内面除了会介绍即逐卷的信培训，甲启示录以外，佫会有信仰甲生活的反省。另外，真特别是要用一个咱教的传统内面历史真悠久的一个圣经神读的。这个读经的方法吼，你需要伫边啊吼。那有趣味的人吼，欢迎恁来上这门课，搁较了解咱新约圣经。除了保罗的批信以外，一般的批信甲启示录到底要甲咱讲啥物？下一章。第三门课是加立太书的研读班吼。加立太书是保罗先生写的批。这张批信真要紧的目的是要把信徒为错误的观念里面带回来到正确的信用和生活，所以要命的福音不是要提我们的命啦，是我们要爱我们要命，我们要爱这个真正有信用活命的福音。我们若想要更加了解这个要命的福音是什么，欢迎来上这门课，礼拜日早起的十一点半开始，一点半钟的时间，咱特别请一位自由传道吼，钟俊彦传道来带领这门课。咱其实更长以前，钟传道捌伫咱的教会协助青年甲少年的事工过，吼，咱内面可能有人对伊真熟悉，啊，伊的课真精彩。你若还袂报名，欢迎咱今仔日紧报名。下一章。第四门课是这个婚姻灵修学的读册会，吼，咱基督徒伫婚姻内面，同款会拄着各种的挑战，有欢喜，有目屎，啊，不过上帝要借着这个婚姻来锻炼咱，吼，咱成做较成熟的人。咱的过会知识，即个要佫带咱来进行这个读册会，吼，欢迎咱无论已经伫婚姻内面，也是。拄得要入去婚姻的人，做伙来上这门课。下一章，第五门课是环境生态甲信用实践的课程吼。这个课要用各款的活动吼，有包括圣经的查考，也是有去一挂重要的所在来参观访问。来认识现在咱上要紧的这个生态的议题，特别也要反省讲，咱基督徒伫这个议题顶面会当做啥物。吼，咱的瑞荣长老甲志伟执事伫礼拜日的十一点半，要带大家来进行这门课。下一章，最后一门是拜四下晡的课。吼，你若礼拜日早起真正有困难，欢迎咱。拜四下晡一点半来教会上这个新信息的课，吼，咱的怡慧老师要阁倒来甲咱教这个新信息，介绍新信息，吼，所以咱会阁较认识这本新的信息，咱嘛会当伫遮学要安怎唱这新的真好听的歌。拜四的下晡点半到三点半，吼，
你若还没报名，咱即马紧甲咱的报名单摕出来，后壁才有报名表，写咱的名，经咱有趣味，咱感觉要伫信用顶面搁较成长的课程来参加。哦，咱已经有真侪古生吼已经报名，特别欢迎。啊，毋捌上过新人主日的课的信徒朋友，咱进来上课，咱伫信用顶面得到造就。好。下一章，再下一章。好，好，咱伫信用内面，除了进入教会以外，咱爱接受教示、遵行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欢迎咱紧紧来报名，接受耶稣的教示，咱的信用得到成长。感谢。咱互相勉励激励。来，咱来看咱的报告事项。拄啊，第一点就是恁主日来开课的代志，咱大家紧紧去报名。第二，咱教会要迎接咱的新生哈，是伫九月初十拜六，后礼拜六，6点到7点是用餐，7点到9点半是聚会。欢迎咱的兄弟也当来关心参加。咱的一季的祈祷会啊，伫九月初九拜五，暗时7点半，伫咱的5楼。咱为着这个暑假有出队福音队暑假的青年营，也个咱的弟兄，即兄弟参加咱的同工参加辛苦，因的分享。咱会当陪伴心来参加，来听因的分享。第四，咱中秋节到啊，伫跟咱的家庭设立咱的祭坛，牧师替咱准备好顺序单，家庭礼拜，哈，咱会当尽量来利用。伊斯兰的查经，伫后礼拜拜日，哈。早起8点45分，咱踊跃来参加伫咱的6楼哈。会友的消息哈，伫咱的周报有小可更正哈，爱更正哈。咱的会友伫秀云这的老爸，微正微兄哈，伊伫8月31号，2月2点30分安息。要预定伫9月初十拜六下晡7点伫5楼举行个别礼拜。啊，那要做要陪伴的人，会当向这个办公室来登记。另外郑明兄就是赵永济的老爸，哈，伫9月初二拜五中午12点安息。啊，咱为着在遗嘱来代祷。以上，欢迎咱的新的朋友。在我的手中有2名，这位是郭惠美回避者，来欢迎阿哥阿忠兄啊，呼呼，咱欢迎伊哈。伊是咱的老和平哈，一个一位张清渊，清渊兄，伊是伫台中立行长老教会、台中立行教会来，咱欢迎伊哈。其他咱厝边隔壁招呼平安。好，咱接下上站，上站了牧师祝祷，咱用圣诗400首来上站。
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甲信心的感动，甲咱众人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